准备好了吗？哎，面人理我，很好。后面的慢慢来，没关系啊。来，到这边休息一下。没有，我在录影。一人一公斤，永续加尼湖步道。来，顺便抱着倒一下。不错，大家精神都非常好。今天的睡觉处，轻松。嗯。谢谢。黑水塘到了，休息站。黑水塘到了。没错，向阳大崩壁。左脚必用，左脚必用，慢慢来。向阳山到喽！恭喜大家哦，山上第一颗白月 ，good。避难山屋到喽！避难山屋，哟呼！我们两点半吃早餐，三点出发，是为了早点到嘉明湖，等待好天气，因为这一天气都不是很好。你看，还有人不带头灯，真是厉害啊！啊啊，是坏掉是不是啊？误会你，误会你。从晚上走到白天，结果超级白。我说雾超级白，再有够白。哎，快到嘉明湖还是一样超级白，真是的。洞嘉明湖到了，就在下面，非常的朦胧美。恭喜大家，像这种景色也不是一般。像这种湖面也不是常常有的呢。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，为了等待最美丽的湖面，所以向导背了帐篷，长期抗战。然后请山友帮忙一起搭，真是烂透了。我们第一次啊！我机场，没想到曙光来啦！两个小时的雨，总算。恭
于看到嘉明湖了，太棒了，冷到爆了。而新的分享从那个裸丝，超级感动的，感动哦，超感动，冷到发抖，太美了，等了一夜，真是值得的。Very good， 冷到爆还不能穿外套，两点起床是值得。所以就是爱睡不怕老皮醉啊。准备一个 surprise 给他们没有办法同行的山友，开始。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！知道我们帮分开心分的，有重量。感恩，我们是专业的。小心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哇！太感恩了。太帅了，帅！那我们要不要摆个最帅气的 pose？ 不行，姐姐就要乱转头了，真是太强了。四天三夜结束，下山21斤火锅店庆功宴。享用美味的点心。